小姐，你醒了就好。来人呐！哎呀，二小姐，你才刚刚好，我扶你上床休息。二小姐，你才二呢？你谁啊？奴才是巧慧啊。巧慧，这是哪儿啊？这是你的房间啊。 我什么地方的房间啊？巴贝勒府邸的房间啊？巴贝勒府邸？什么巴贝勒府邸啊？贝勒？清朝？嗯，开什么玩笑！你以为你穿成这样说什么就什么呀？整人节目是吧？摄影机呢？啊，摄影机呢？啊， 你什么两母子的？这种玩笑不能开，你知道吗？二小姐，你在说什么呀？还装是吧？现在什么时候？这会儿刚过50，我不是问你这个，我问你什么时候？奴才没有骗你，是刚过50吗？我问你什么年月？什么年月？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要说的是什么时候。 是吧？现在的皇帝是谁？康熙爷。那我呢？二小姐呀。二什么？名字？马尔代夫。啊，是马尔泰热西呀。夫人呢？夫人呢？ 小姐是醒了，但是他问我是谁，你说会不会是脑袋摔坏了？不准乱说，大夫。嗯，你没事吧？若曦，我是姐姐，有什么事有我在，不要害怕。
夫人，从小姐的脉象上看，小姐是受到了过度的惊吓，神志有些糊涂。不过服些药调养调养，过些时日小姐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，大夫。小慧在，带大夫出去开药方。是。嗯，请。若曦，吃了药休息一下就没事了，不要太担心。马尔泰若曦，嗯，马尔泰若兰姐姐。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从阁楼上摔了下来，已经昏迷一天一夜了。阁楼上摔下来，我明明是被车撞的。这是什么高压线啊？弄不好要出人命的。张晓，请他收脚麻利点。张晓，嗯，知道了。小小，你听我跟你说。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在公司加班，你在劈腿。什么叫劈腿啊？你别说那么难听行不行？你也别侮辱人行不行？我侮辱谁了？我亲眼看到的。我深度近视，但还没瞎。哎，别动动，碍什么呀你？喂，你也看到了，我只是跟梅梅吃了一顿饭而已。梅梅叫得多亲呐。这是她的名字。她叫小梅，不叫梅梅。可是我一直这么叫她。是啊，她是你的干妹妹嘛。所以呢，你也认识她了呀？我认识她比你认识她还早。所以啊，有什么问题啊？问题是你们怎么样？我们怎么样了？吃饭要牵着手吗？那是他拉的我呀。肩膀要托他头吗？那也是他靠过来的呀。他嘴巴也是自己贴过去的。是。贱人！哎，喂，你没有看见他在哭吗？快点啊，皇帝！你以为你真是皇帝呀？你以为你在古代呀？三妻四妾一拖二，我告诉你，我张晓不吃你这一套。可是我，喂，吵架去别处吵好不好？我们在工作，你踩到我的线了。我哪有踩到你的线？滚开！哎呀！哎，你还骂人，活该你男朋友脚踩两只船，你自找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喂喂，我男朋友怎么样关你屁事啊？呀哈，哎，你这个泼妇。哎呀，呀哈，哎，你还动手动脚的？你不动手动脚怎么样？我还没动脚呢，我死了你都是脚。小小小小呀哈，怎么变成从阁楼上摔下来的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明白了，撞击，强烈的撞击，把脑电波都撞出来了。我穿越了。啊啊，见鬼的八阿哥测不见，妹妹已经十天了，我就只能在这儿兜圈子。没事吧？谢谢二小姐。饿了啊？不客气。哦，二小姐，你这是在干嘛呀？活动活动。哎，活动活动也好。嗯，你精神好了，夫人也高兴。我这个跨越时空平白得来的姐姐，个性说好听了是温婉贤淑，说难听了呢就是懦弱无争。一天的时间里。